good morning again. This is really fresh today. We are doing Icefield, 就是那个来到印尼，这个是 UNESCO， 是那个联合国的，也是文化遗产。这是稻米，这是梯田，就是水稻，种那个人工种的插秧，然后长出来那种米饭的那个人工水稻。那这里也属于联合国遗产呢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现在比较少的这种作业了，都是用机器啦，都是用，就是不是人工的，所以呢这是很有特色。如果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这一边，就看到不同的梯田都是用水，那他们的水是从山上引导过来的，都没有机器，全部都是人手种植的，所以呢非常特别，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你没有来过印尼这个巴厘岛上面的那个梯田，非常有特色。